晚安，你好，我是建良。今天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这温度上都还是比较偏低，而且水汽也比较多，尤其是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。我们看到今天整天啊，在宜兰的苏澳地区大概下了95毫米，另外呢，新北瑞芳大概77毫米，南澳头城大概也都来到70毫米左右了。主要还是受到这个东北风啊带来一些水汽，所以造成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雨就会下得比较多一些。预估明后两天这个雨呢，可能还是会比较明显，尤其是在迎风面啊北部东北部地区，这个宜兰地区啊，这个雨都还是会比较大一些。不过呢，这个温度上明天倒是会稍稍回升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面天气图，我们看到呢，北方的高压就是带下来这一波东北季风，所以造成这个北部东半部还有中南部地区其温度上都比较偏低。不过呢，明天这北方的高压就会逐渐东移出去，东北风就会稍稍减弱了。所以明天白天开始，这温度上倒是会稍稍回升，有机会来到20度以上的。而预计呢，这回温大概维持两天了，因为礼拜五开始下一波冷气团又要南下影响台湾，所以到时候温度啊可能又会明显下降。预估北部东北部地区低温可能只有11到12度，所以提醒你礼拜五是明显的降温点，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到明天这雨量部分呢，主要还是迎风面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，南部地区大概是多云的天气，温度上明天稍稍回升，各地区大概都来到25度以上，但早晚呢都还是比较偏凉，大概17到20度左右，所以提醒你早晚出门还是要加件外套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就看到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温度是17到26度，降雨几率30%到40%。中部地区温度是17到26度，降雨几率10%到30%。南部地区温度是20到27度，降雨几率10%。东部地区温度是18到26度，降雨几率30%到70%。外岛地区温度是15到24度，降雨几率10%到30%。好，关注各地天气啊，今天还是要提醒你，明天白天温度稍稍回升，但早晚还是会比较偏凉哦。那明天北部东半部容易会有短暂性的阵雨，礼拜五冷气团报道，温度又要下降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资讯。